鱼露是什么鱼的哪个部位啊？就是鱼去发酵之后，鱼去发酵做的，加咖啡哦。对啊，我们刚刚有讲咖啡牛奶，咖啡牛奶加鱼露，这两样都是我不敢的。哎，是不要笑啦？这还蛮这还蛮这大哎，我是咖啡妹啊，我是林咖啡。我们赢了啊！啊，对，你们赢了。你刚喝我的呢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快猜对了。啊，对，你们赢了，你们喝饮料，后面有饮料。你有正常的啊。哦，一起猜正常。对，像这像你的正常。哦，我想讲我猜不正。节目都录完了，你还不知道怎么规则？哇！一个好喝的咖啡牛奶啊，好喝吧？另外两个就是鱼露咖啡牛奶。好，鱼露。鱼露是什么鱼的哪个部位啊？就是鱼去发酵，整个鱼去发酵做的。我不敢吃鱼，我只敢吃头头。所以你今天的头头有对上我，可是现在这个哦，我这不是头头鱼做的，不是哦，不是啊，这不是头头鱼露，叫恐怖哎，叫恐怖。既然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吃辣好吧？就从你先开始。因为我刚刚让你最后一个，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害我？我说做人哈，做人。我就让你第一个休息，来，重要重要些。他超厉害，他什么都吃啊。什么东西啊？二十位，你看起来喝起来好好喝哦。对啊，加咖啡哦。对啊，我们刚刚有讲咖啡牛奶，咖啡牛奶加鱼露，这两样都是我不敢的。鱼露跟咖啡我都不敢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好喝对不对？这边好像比较少，比较少。对，这边比较少。对，比较少的会比较浓。不要这样子，我这是看颜色浓度是一样的吗？一样，东西是一样的，是吧？你自己挑一杯，自己挑一杯。C 啦 ，C C 的。哦，你们怎么会把这种东西放在一起啊？为什么讲透机？把把赛事背你啦。哇，真的真。哇，演好好哦，真的是他吗？是他吗？每次都是这个人吗？都是他，他调的。啊，你怪给力哦！哎，真的这个味道，哎，是不要唱啦？这还蛮这还蛮这大哎，我是咖啡妹啊，我是林咖啡。宝贝醉了，宝贝，贝，我醉了，啊，好吵哦，我的吵吵的吵，哦，哦，下次不可以叫我来上有鱼的节目，我不能来上，蛮累，我最害怕哭了，睫毛上都泪珠，什么意思？我睫毛还在吧？在，我最害怕鱼了，最安静的跟最咋呼的这两个，嗯，你说这个过钟瑶孙翠，他有喝到了，他喝到就是这样，哎，我们也喝进去了嘞，崔凤姐，崔凤姐，哎呦，确定吗？请喝，请喝。嗨喽！嗨耶！嗨哟！嗨喽！嗨喽！有心喽！伊那会这么好啉嘛？好喝啊！咖啡，这不是？哎，是啊，我们赢了啊！啊，对，你们赢了。你刚喝我的呢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快猜对了。对，你们赢了，你们喝饮料，后面有饮料。你有正常的啊。哦，一起猜正常。对，像这像你的正常。哦，我想讲我猜不正。节目都录完了，你还不知道怎么规则？哇。